新警报则是在夜店狂欢与人发生冲突，押回的警察局。凌晨3点多，有男子在夜店与人不小心碰撞，双方互看不顺眼，男子朝对方大声叫嚣，打了起来。民警正好在附近执行守望勤务，见状迅速上前喷辣椒水压制，场面一度很混乱。还有女子在冲突当中跌倒，受伤送医之后没有大碍。 女子双手抱住情绪激动的男子安抚情绪，不让他抱走。警方趁机对男子喷辣椒水，压制在地，场面相当混乱。17日凌晨3点多，台中大观路上的一间夜店，假日晚间人潮众多，一名潘姓男子与其他顾客发生碰撞，互看不顺眼，大声咆哮，还丢东西，情况一发不可收拾。是被丢东西啊，还是什么？我们里面被丢东西，然后才打起来。 警方正好在附近执行守望勤务，见状出勤15名警力保卫现场控制情势。现场冲突造成一名女性跌倒，脸部擦挫伤，送医没有大碍。还有一名员警在压制过程中不小心被辣椒水泼及，赶紧以清水冲洗干净。他酒醉哦，你醉不听，警方随即以辣椒水喷洒控制处。 原本是和朋友到夜店狂欢，却演变成全武行，嗨不起来，还要为自己冲动的行为负法律责任。记者张哲伟、林宏基、黄柏轩台中报道。